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卫视和昆尚传媒联合打造的大型综合格斗节目《昆仑决》西宁站的比赛现场，我是现场解说中收陈佩，我是蔡志贤。现在进行的是80公斤的自由搏击的比赛，是由红方选手白敬斌对南方选手努瓦拉，两位选手都是中国选手。对，刚才看到那个努瓦拉开场的一个服装啊，非常非常炫目，因为他是哈萨克斯坦族的，是最佳服装。哈萨克族，这是一个就是中国区的这个冠军 WIF 的这个中国区冠军争夺战。对，那就这个 KO 数来看呢、啊，是白金兵的攻击力应该会强了一点。我看过努瓦拉的好很多次比赛，我觉得他的拳法非常好。对，两位都是穆斯林穆的克星。对，有好几次我都觉得努瓦拉应该赢的比赛。拳法非常好的。白金兵呢、啊、其实他的一个阿巴卡他也做得相当好、然后这个近距离应该做膝撞、这个努瓦拉是拳击选手，主要要用拳，是他会很少使用哦，这个下去得以前呢、啊，努尔拉只要人家一抱他，他就手放下来，因为他怕人家膝撞。走 ，fight！ 接腿，赢到角落了，对，应该积极在进攻，如果是攻击性比较强的选手，就把他推到角落再继续打。这时候继续膝撞，那个对，刚刚的空档露出来很久了。白金兵的膝撞时机抓得太晚了。哇，转身后蹲腿。对，白金兵很喜欢用这一招，包括在穆斯里穆的面前，他一样用这一招。这是一个穆斯林木的这个转身招，非常厉害。对，所以在关东面前啊，他一样耍大刀。对。看起来这个白金兵的技术更全面一些。是的，毕竟他的一个比赛经验比较够。这个努瓦拉还是要想办法打进去。哦，这是一个转身拳，但是呢，被那个白金兵的前蹬腿蹬开了。哎，这两个膝还是 fight。 第二局比赛开始，这个膝撞部分啊，不只要往上撞，还要往前，我做挺胯的动作，挺腰的动作。这就是下劈腿，是白金兵是比较典型的中国散打。对，但下劈腿不用做太多，不容易打到人。多次的这个全国散打冠军。现在卢尔拉在跟他拼拳呢。哎，对，直接冲过去，直接冲过去，这膝撞。因为他身材更高，我总觉得高个运动员这个膝撞更有威力。哎，他的合力能用上。哇，这个侧下腿。哎，是的。刚才没接到，很可惜。因为中国选手应该对这个接腿蛮熟悉的。白金兵还是挺强的，努瓦拉不太好打。是。好，这个前手拳打到，高边腿，但是被防住了。努瓦拉还是要发挥他的拳法优势。对。白金兵的这个前臂啊，他都绑了这个肉色的一个算绷带啊，不是不是受伤了？这个要近一点才看得出来。受过伤了。哎，对，一般很少看到这样绑的。对。哎，有点焦灼，裁判。好。哎，举重，这个一击时间正好。对。双方同时出的。这个下边腿很重。很重。
哎，不错。这个白景明的技术特别全面，突然贴身的时候很快自然就开始用膝。哎，是的，对，自然动作拳脚并用，蛮顺的。哎，往前的一个，所以这个这时候应该再转个身继续撞啊、嗯！如果是泰国选手，就会这样继续做。这刚刚努尔拉又想做一个回转啊、哦，他有一个垫步，有点明显。努尔拉现在打不进去，打不到内线，只又要做回旋，因为我已经看得出来，所以白金斌也看得出来，那个垫步已经有明显的，就屁股有点在扭的动作。哦，这个回去要修正一下。还是刚才的那个转身边圈。哎，对，屁股有点扭，有点扭，人家都知道了。哦，刚才一个踩脸，哎，很及时，就是时机把握的非常好，经验非常丰富。好，第三局比赛开始了，然后白景明一个转身飞腿，是打得很主动。今天白金明状态很好，对，而且一边后退一边出腿，对，这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动作，对，相当成熟，是。而且刚才哨铃声一响，马上开始冲出去，对。这个往膝盖的这个整个踩下去的动作相当痛。哎，那个地扫，哎，地扫再配高扫，可是这个不够高。嗯。所以白金斌的拉近的动作可以多做，因为毕竟呢、啊，他曾经被这个边茂富啊用高边腿 KO 过，他应该可以多练 K 高边腿 KO 别人。用拳了，而且呢，这时候给阿巴卡和西仲，白金明的这个手有点放下来了。对，他距离是抓得很好，可是还是要小心的、啊。哎呀，高边腿刚讲，他学到了。这个高边腿太对，太漂亮了。这个太漂亮了，而且很清脆的一身，这很致命的一击。对，跟当初他被高边腿 KO 时状况是一样的，他学到了。这个高边腿太好，这可能他可能要感谢他的老师啊，边茂富啊，在比赛上教了他这一腿，这一腿，相当的严重。那个医生在用这个灯照他的瞳孔，我、看有没有反应，如果没有反应，就是有轻微的脑震荡，因为这一腿太重了，然后要固定不能移动。现在场上的，这个情况有点严重哦。在做氧气罩，嗯。因为这个选手不能乱动，他要听从医生的指示。医生建议他不要连那个护颈的那个。小心他要下台阶哦。本场比赛，红方选手在第三回合1分33秒 KO 对手获胜。那么，白金斌就获得了 WLF 世界自由搏击理事会认证的80公斤级的中国区的冠军。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青海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周贤安先生以及世界自由搏击理事会认证委员会的主席托尼陈先生为获胜的选手颁。小白不愧是我们国家队的最一流的名将，10年差不多的时间，在80公斤这个级别都是中国级别的王者，恭喜他获得了中国区的冠军。